本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。开心小哥哥，你有太多的理由，勇敢向前走，你有很多的借口，潇洒跳个舞，今天你是主角，我们手牵手，阳光伴随你我左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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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手牵小手，手牵小手向着快乐走，大手牵小手相伴到永久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蓬勃发展的安徽，走进我们充满活力的科技新城阜阳。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大手牵小手。本栏目呢是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。那今天呢来到了特别美丽的阜阳，阜阳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，是在我们安徽省的西北部，我们是空运、水运、陆运的交通枢纽，所以说阜阳是非常有潜力的城市。近年来呢，阜阳市着力打造充满活力的生态宜居城市，他们围绕特色做文章，所以呢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。那阜阳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那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人类居住，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辉煌和悠久的。阜阳的历史呢是璀璨的，未来也必定是辉煌的。我是张馨宇，我是楚牧阳。我们这一上台呀，首先祝大家一帆风顺，双喜临门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玲珑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来财，九九归一。那是十全十美，百事可乐，千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说实话，今天为大家讲相声啊，
我这个心里啊是非常的上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您的心情非常的上下不安呢？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呢？哦，对对对，忐忑不安。一上来又丢丑，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造诣，文化造诣。好好好，你那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呀。那是为了向您学习，做个有学问的人。最近我也是读了不少的书啊，成语词典都快让我给翻烂了。那是唾沫星子给弄烂的吧？那你都看懂了哪些成语啊？那可多了去了，什么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刻舟求剑，千军万马，万马奔腾，愚公移山。对了，我就喜欢愚公移山。愚公移山是一种精神，这种精神啊鼓舞了我。你听说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？谁没听说过这故事呀？有一个愚公，不是打鱼的，这愚公没事啊在那刨山刨啊刨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这愚公是穿山甲给变的吧？这有穿山甲什么事啊？这移山得拿家伙呀，反正就是挖山嘛。后来呀，一个聪明的老头看见了，就对他说，别挖了，好家伙，这两座大山你什么时候能挖完呀？愚公说，没事儿，我挖不完我儿子挖，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，我子子孙孙挖下去总有一天能挖完。好嘛，这种精神啊感动了玉皇大帝，派来两名黄金力士，就把两座大山给搬走了。这不搬不当紧，一搬立马豁然开朗呀， WiFi 信号一下就满上的这位叔叔，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位记者。每年的11月8号都是记者节。他是阜阳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记者高思杰叔叔。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一定出现在新闻现场拍摄新闻。2015年的春节大年初三，他还是在阜阳火车站拍摄民工返乡的新闻。但是没有人知道，世界上他那最可爱的宝贝女儿，只有12岁的女儿高雨桐，永远的离开了他。雨桐的眼角膜和肾脏肝脏捐献给了4位急需治疗的受助者，他们现在非常的健康，
快一年了，雨桐非常想念他的爸爸，在天堂给爸爸写了一封信。亲爱的爸爸，您和妈妈还好吗？是不是还在思念我，还在因为我的离开而伤心吗？爸爸，您肯定还在自责，小时候没能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我，但我知道爸爸是一名记者，一定在忙着采访拍摄。虽然每年六一我都和妈妈度过，但每次看到您拍摄的新闻，我在同学面前是多么的自豪。爸爸，您为了我的病偷偷躲起来哭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懂事了，我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。您和妈妈为了我治病瘦了累了，我很心疼，我很想一直陪伴着你们。但是爸爸妈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不过天堂很好，没有化疗，没有疼痛，你们就不用担心了。爸爸，我特别感谢您把女儿的眼角膜、肝脏、肾脏都捐了出来，帮助别人，让我还能继续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，帮助我继续陪伴着爸爸妈妈。爸爸，我只是担心你们老了谁来陪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还做您的女儿，一定不会只陪您12年，不会让您和妈妈为我伤心流泪，一定会长长久久地陪伴在您身边，拉着您和妈妈的手，直到永远。爱您的雨桐。今天高思杰叔叔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掌声欢迎他。您是我们的前辈和榜样，你看今天雨桐的同学也都来到了现场，听了女儿的信，你想和现在的孩子们说些什么？一定要珍惜眼下的时间，努力学习，让每一个父母都放心。大家同时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，这样你的父母和老师才会更放心。雨桐啊，在班上有很多的好同学，今天呢我们请来了15位代表，谢谢高叔叔培养了一位好学生，你们有这样的伙伴是令人尊敬的。有了新的工作，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交给爸妈，告诉他们我能自食其力了，我从今天开始可以孝敬你们了，这也是尽孝。假期旅游的时候带上爸妈，一家人欢乐自拍，留下美好的记忆，这还是尽孝。尽孝就在平时的点点滴滴。花园和校园都是美丽的地方，花园里边有沁人心脾的花香，校园里有朗朗的读书声，那如果我们的校园能够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的话，那该多好呀。一朵花，两朵花，
翅的翅膀为我来护航，我不管路多长，迎着风去闯荡，总有一天我会实现我的梦想，长长天使翅膀自由地飞翔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本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。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困难，但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怕，伸出你的手，我的手，让我们手牵手，感受团结的力量。接下来请欣赏左手右手。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左手，左手代表着方向，它不会向困难低头。当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，右手